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冲天炮的威力。快闪开、啊、姑娘你醒了。刚刚是你救了我吗？嘘，你就对我以身相许吧。万成，一遇见你我就倒霉。对不起，你和齐兄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齐兄呢，善于读书，而你精于机巧。轮子好了。你明明是个男孩，那什么软软，你怎么行的是女子之礼？你帮我上药吧。那让我来帮你脱吧。哎，别！我去。我不会真喜欢男人吧？你要是个女子，也挺好的。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地方，让所有人无差别的接受教育，这样的事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。我也要一起。你们来了。没想到还挺有担当的。你少说废话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整天喊喊叫叫，像什么？你说的。哎，你。我知道，比起我，你更在意文琪。我好了。女扮男装进入官学，这是重罪呀、啊。学生阅卫无休，留下剩下的头练。唐文琪，所以你是喜欢琪善多一点，还是唐文琪多一点？我想，我已钟情于你。我，难道我真的喜欢他？在下吴婉成的发小。把手给我放下去。